那个右边，左边。这个，哎、欸，他要说左边喽，他们要说左边喽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OK。计时30秒开始。OK。先讨论。你要讨论，你要讨论。玻璃鞋，南华马车，光马车，主机的价钱。十二节谁先？十二节。你帮我指定，快点。高跟鞋啊。我南华马车。其他一个月亮要多少钱？七个人。尤其是晚上十二点。我觉得他会联想到别人。公主，你画出公主吗？我觉得现在联想公主，他还没画，公主现在是联想，他还是联想，还是联想，还是我来画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不用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现在是谁啊？二、一，好，可以开始动了。那你画谢师。对对，今天什么？时钟，时钟还蛮重的，有五点，有五点。高跟鞋怎么样？时钟要12点哦，你不要画个什么6点、7点，可以。是高跟鞋很难哎。画轮廓，物理学好丑。小飞象，小飞象，怎么办？画个解不出来。啊，哎，我这样可以？帮我开一眼。我开一眼啊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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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你们他们都画在正面哎。真的，我画错了。哎、欸，应该都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我只能。我觉得你很棒。好，就这样喽。好，被称赞了，所以我要开始介绍。笑不到。我的妈，画起来好像狗哦。你怎么剪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想要画一双哎、欸。这个剪不出来吧？100秒是包含剪吗？没有120秒啊！是包含剪吗？120秒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敲掉。我现在几秒？现在几秒？没有，一直在他讲。40秒。对啊，40秒了，40秒，快快快快快！120秒之后不能再使用任何工具了，只能贴。先剪，不要犹豫，看有 feel 就剪了，有 feel 就剪了。啊，随便啦。对，我画里面的花纹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我这鞋太大了，没有办法。哎、欸，看得出来这个是公主秀吗？衣服公主秀。好，大家没时间理我。OK， 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那个时间不可能啊。当然，你要跟我们讲个几秒嘛。你们再 hold 一下时间就好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再 hold 一下。哎，那个要割出轮廓来，我现在知道。现在你画完之后啊，你要在那个人的身体里面，然后用小刀再把它割出轮廓，再把它贴上去。哎、欸，谢谢阿本。哦，我的高跟鞋好丑哦。他们是灰姑娘。要用一双啊，我觉得一双。还有一分钟。一定要洗，不要催我们，很紧张。因为主要是割蛮难的。对。一双很难的，先一只好。几秒了？有没有50了？还有40秒。等一下，太快了啦！快快快哦！这个不包含贴哦。这个应该是流通。不包含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还有时间到，时间到还可以贴。再来贴。用时间到放下所有工具。用刀小心哦。还有20秒。等一下，刀在哪？10秒。撕下来，贴最后了。还没有，录个节目不要那么认真嘛！好了，好丑。好了，我相信花花懂我。我有画出白雪公主，可是我割的。来、欸，给我一杯酒吧。今天要贴上白雪公主，我边只大小脚可以吗？可是你只能用一个。没有，我这一只，然后一只在旁边啊。可是你这样一个杯子会有2双鞋。很棒。你懂吗？哎、欸，我们贴在外层还是里面？外层。对。小用因为它才可以喷砂上去，然后你贴的那块才会是没有用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贴的是。对，现在要贴这样。工具的能贴外面。对，贴外层啊、哦。外层才可以磨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好难用。我这个。这是噩梦啊！这经验。
鞋都是鞋太大了，怎么办？我原本还想说，哎，弄完可以带回去家里，后来看我自己弄的算了。这个看不出来啊，对，这个比较像。我就这样了，正正。我给自己挑一个难题，因为我弄的是南瓜马车。但你的很像。我尽力了。我原本想说画一个南瓜，然后旁边有轮子，这样看得出来是鞋。但是，对啊，你中间，我硬是硬生生的弄出南瓜马车。那你觉得这个洞要？可是这个贴上去都会，它没办法平呢、欸。这样比较清楚，因为这个有穿鞋子。这样看得出来是件洋装。看得出，看像走润的衣服。走润的衣服。很像啊。奶奶公主。你的这是，哎，这个反的时间反。对，所以我刚刚要贴里面。欸、我贴不平呢、欸，它因为杯子是斜的。没关系啦，你那个很厉害哎、欸。我的，你的像苹果马车，我的马真的超像狗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这个上面、欸，我想问，我不能贴里面，从里面喷吗？不行，好像不行。另外，因为它是从里面喷上。我那没办法，我十二是想买，我很重要。香港是老重要，他应该会知道了。看时，看你有好的吗？因为喷要时间。我的好了，可以先拿去。走，我的也好了。好，这个我有。他还没好，也不能做。小老板是真的，还好有你，还好有你。歪歪，好了就收了，好了就收了，谢谢哈，这是什么？好了，这边相反，变二十一点。OK， 这是什么？你觉得这是什么？算了，我觉得会被那21点搞混他会觉得是什么赌博？我觉得我会贴做鞋子做，鞋子有做吗？有这个，那这个要不要收掉？收掉。